今天有恁朱姐，今天真好的呢。有你们真好，真的很好。差很多呢，谢谢。我们辖区哈有一个市场叫第三市场，这个第三市场它历史已经很悠久，有一条街就专门是在卖衣服，因为它是比较平价的衣服，所以说每天去那边采购逛街的非常多。他们衣服卖了之后啊，他们的包装就是这种 PP 袋，每天所产生的量格还可观。早期景气好的时候，是我们每天傍晚都要去那边收塑胶袋，打工店街啦，丢不掉，就会把塑胶袋啊，甚至于回收的东西，全部都会丢在门口。一位苏女士姐在那边卖甘蔗汁，来拢叫甘蔗色啊，她就会号召几位师姐、师兄，把那些塑胶袋全部捡回来。大工才坐了噶，大工才坐啊。有时啊较侪，有时啊早就较少啊。小玉凤啊，啊加迄个蔡明月啊，伊家己来啊，来外埔的因，自然咱菩萨拢给咱安排好好的。老板骂的啊，是哦，对啊，就是有些人不喜欢这样翻他的垃圾啊，如果他的垃圾袋里有一些装一些什么公司料啊什么，他不想要让人家看到，不想要人家去看他的隐私啊。以前师姐他们都有跟他们宣导的，就是愿意投入的。其实哈，还是一些观念的改变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像师兄的还要再教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很用心，每一间的迄塑胶袋人包好好吼，啊，里面有垃圾，有保特瓶，伊拢家拍开，看看扣，啊，再家卫生纸个家切切到清气。我唔捌看到人遐尼啊细心呢，真的做得就好。为什么叫你要用心？就是地球啊，因唔是拢安尼做吗？他们就一个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环保爱地球。因为这些塑胶袋，它可以再重新把它融化，揪这粒吧，就是塑胶粒。所以说基本上完全都没有浪费，就好像前几天那三车塑胶袋，如果没有这样子回收，再到焚化厂的话，会产生多少的代奥辛跟污染？
因为阮咧卖衫，塑胶袋足济，啊，阮就家己捡捡，只要一包一包。啊，伊就逐工拢下班就先，小姐，你有迄塑胶袋要回收哦？啊，阮就摕给伊。然后伊做有耐心的哦，逐工拢来问，风雨无阻哦，下雨天嘛拢来问。这个今嘛受益最多的人是谁？上次那个扫涂骹的阿姨。自从实际来捡回收以后，垃圾量减了有7-8%。伊嘛就欢喜讲，哦，有人做这么好的省水，又环保，减少垃圾的污染。所以真的爱甲甘蔗色甲按一个赞100分。拜拜，拜拜哦，等等，我红烧嘞。